低的吗？对，那蘑菇林比较难一点点啦。其实说真的，好吃的东西哦，热量都会比较高。哦，对。那个是可以循环买了，好老紧了，这个循环买，这个是七味粉啊，也是香料的一种。可是阿龙，你刚刚之前加了你有加一个红盖子的，是什么东西？醋啊，还是这个没有，那不是那个综合胡椒，不是刚刚那个有液体状的那一罐。对啊，我加了一点点的醋，白醋哦，白醋哎，这还是提味的，提味也是一样提味，所有东西都是提味的。好懂哦，把我们的水果发挥到最高的境界。哇，所以你撒了白胡椒，然后盐、白醋，然后七味粉，对，哇，好酷哦。那我们刚也这样加，没有用。其实啊，我问你，大家都说这么好，跟所有的其实主菜它是没有一定的，主菜其实随个人口味喜欢哦，都可以做变化。谢老师，像这些水果啊，它如果炒这样子的话是 OK 的吗？其实因为它本身焗烤就是加热过，它炒是让它浓缩，让它甜味变成一个软滑的感觉。那倒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创意，因为火腿本身也是担心是亚硝酸盐的问题，那其实要跟维他命 C 比较多的食物放在一起吃的话是更安全，所以它用这种方式，我觉得它是蛮有巧思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些炒完的东西把它装起来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来装。哎，你光这样就银号角响起了，对，这样我就已经 OK 了。当然，因为今天哈，说真的，搞笑这方面哈，我们真的很佩服号角，我们要跟他多学习。我们主菜方面哈，真的是要跟我们好好的学习。他们现在正在装盘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先让号角来好笑。有啊，看一下嘛。那个有没有唱到？有唱到，有唱到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在这边等半天，等你唱一点，你都唱不出来，我们来唱好了啦。我们来唱我们的刚好前几天刚录好了一首歌曲，我们可能在近期新专辑就会跟大家见面，那我们抢先听，10月初啦，10月初，对对对，抢先听叫做。